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涛聚焦。十二月八号，石涛聚焦的节目一两分钟，原因被人家就这个干涉了这个频道。我节目的下，在我石涛聚焦的 YouTube 账号下面有另外六个不同的账号，都是 YouTube 的。我们节目在那里来上传，在石涛聚焦的频道里面，你看到完整的介绍，节目介绍，但节目本身。你在下面的连接上可以转到那边去啊，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。达勒姆，迈克尔·萨斯曼在有关推动川普通俄门的时是撒谎了，这是刚刚报道的出来，在《华盛顿观察者报》。迈克尔·萨斯曼是这个希拉里·克林顿的竞选团队的律师。那是在达勒姆调查案件当中第一个被抓的，首要被抓的，关键是人物。那他是中间的关节点啊，他是中间的关节点，包括 FBI 的一些行动，对川普的一些调查，所谓通俄门的调查定性，都跟这个萨斯曼有直接关系。而萨斯曼在后来接受 FBI 的这个调查的时候，屡屡撒谎，故意掩盖他与希拉里·克林顿之间的关系。而他呢，在做这件事情，栽赃川普的这件事情上，从希拉里团队拿钱了，